英国籍植物园呢，是2003年是由英国著名的园艺师设计建造的。经过11年的努力，在2014年呢，终于开园。到现在啊，拥有全园区的面积9.5公顷，拥有3000多种植物，是一个集休闲娱乐观赏于一体的这么一个园区。啊，各位朋友，现在这里的营业时间是早上7:30开始，票价是60元。在五一期间呢，肯定时间要提前开放。我问了一下咱们的工作人员，五一长假期间是6:30开园。哎呀，今天天气真好啊！这看这个天气预报，都要让天气预报给骗了。这两天还能下雨，我还和多云，然后还有黄色大雾。我的妈！大家看看啊，漂不漂亮？满山遍野的栀樱花，连块土地都不露，这得多大投资啊！太漂亮了。邂逅我们孙总正在直播，英格石老总。大家赶紧来，多漂亮！看看我们队员贪婪的拍摄的，进镜了。桃花开了，桃花开了啊！看看，栀樱花、桃花都盛开了。这林荫小路，蓝天白云的，多好看！太漂亮了啊！这怒放盛花期，含苞待放，花骨朵。当中想起了蒋大为的这首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，心情真不错。大家看，这是紫荆花，老于从来没见过啊，太漂亮了。紫荆花呢，就是咱们澳门的区花。看看细节，因为它太多了，看的不是那么很清楚。植物园最大的郁金香花海，看
看看大不大。看看这朵花，大家看看啊，头一次见，一半红一半黄，这难得，这次应该是中英混血。太漂亮了，看看前面这个樱花，头一次看到啊，这几种颜色掺杂在一起，还是一棵树，有白的，有水粉的，还有红的哈、啊，太漂亮了。这个就是我们人物来讲，这就是混血吧，或者是杂交是吧？啊，人叫混血，那个啥，那个动物叫杂交是吧？混血能不好看吗？混血啊。